今天要分享的是妖怪手表 DX 吊饰第五弹，然后主题是水果，总计是六款。黄色的是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奇异果，这是正面，这是它的后面。然后绿色的是哈密瓜，这是正面，这是后面，上面这是这样。紫色的应该是葡萄，紫色是葡萄。所以它尾巴还有分左右开跟后面开。黄色这是橘子吧？他们这系列为什么每次胶带都粘那么紧？别人猜是不是？然后这是橘子，这是橘子，都不可动了。然后粉红色这个应该是，这是桃子，这是桃子还是草莓啊？这是草莓。它不像图案。不像图案很明显还有草莓颗粒的样子，所以只是单纯的粉红色而已。然后再来是最后一款是西瓜，西龟。看他们。这些的胶带都粘的，不知道是粘那么紧是怎样、啊。这是西瓜，西瓜造型还不错，有兴趣的人可以留意。